马蓉自从传出跟宋哲有不正当关系之后，便一直不被网友看好。一个意思出轨的女人其实没那么可怕，最可怕的是王宝强身边的助理竟然早就有企图。这不，这件事还没完结呢，张大鹏这边又出事了。前几天红星在微博晒出几张照片，张丹峰抱着彤彤，带着红星跟经纪人一起在迪士尼，红星也带了两个工作人员，但是却被网友们发现张丹峰的经纪人不仅跟张丹峰挨得特别近，还牵着彤彤的手。这还不是最主要的，更重要的是这个经纪人手上的表竟然跟张丹峰是情侣的，这难道不很说明问题吗？照片一发出来，网友们纷纷在红星微博中留言，姐姐这个女人不简单，小心这个女人。事情愈演愈烈，昨天晚上张大峰的经纪人也正式回复了大家的疑惑，他坦言自己戴的的确是情侣表，但是他表示当天是一家三口参加一个节目，因为经费问题没有带助理，所以自己就担当提包的重任，但是他说为了怕弄坏，所以帮峰哥拿着表。但是从照片上来看，张大峰手上明明就自己戴着，如果说是帮红星拿着，那么三个人的节目为什么张丹峰的还在手腕上？所以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助理的话实在是逻辑不通，也没法昂人信服。但是随后红星也在微博中回应道，看到大家的评论给我吓了一跳，但是也让我看原来大家都这么厚爱和关心我，非常谢谢大家的提醒，请放心，我老公跟他经纪人真没什么。所以红星其实早就关注这件事了，要不然也不会说出没什么这样的话。但是粉丝们依旧很不满意这个经纪人，并找出之前经纪人多次公然表白张大峰的照片。虽然红星在颜值和气质上不知道秒杀这个小助理多少倍，但是男人不都是大猪蹄子吗？还是防备点好。听说女孩子最能看懂女生的潜台词，你们觉得这个助理是无辜的吗？